刺儿，我不可能同时动，我看挖着不动。没，现在这个雏形它做的就是三轮的，还没用。你看做这个就用了，做这个的时候就用了。这个不能，这个不是一只折人心的，你这个小，这个配件不行。它也是给你程序，现在五轴嘛。五轴你要是用三轴动的话，就比五轴动的要快。所以呢，它就把动作先分解一下，先用三轴一部分，然后再用五轴的时候再用五轴动作。